明星开麦啦！开麦啦！超强计划，美女每个都像男儿身。这一双腿，两位觉得什么问题？是你觉得只有一个是男的吗？我现在已经发现应该有两个的。应该就是一个穿长期穿长裤的野战步兵吧。而且你看他的，他的小腿肚还蛮结实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庐山真面目。男的，戴假发的男人。而且他上面梳得很光，为什么？就是要把他原来的头发梳进去。Vicky 没学到影帝老公真传，迈向戏剧圈比登天还难啊！愉快的小哥跟劈腿对象逛街，突然遇到正牌男友，偏头痛哟！转身到三号机那边，又遇到劈腿而分手的前男友，丢刀郎戏鹤。怎么跟从骆驼摔下来是一样的？跟着骆驼摔马，你不是这样演吗？你跟真是影帝好吗？欢迎明星开麦啦！节目主持人梁克群。今天大家一起来猜猜看，现在要介绍我们圈内的特别来宾，跟这主题完全没有关系的 Vicky 还有智贤。谁跟我没关系？我也是人机界的美腿一匹，好不？怎么会想到要穿一件荧光绿的服装来上节目？因为最近也没什么话题，只好在衣服上面讲求一些变化。哦，这衣服在扫马路的时候比较不会被车撞。台北市清洁大队有在跟他订啊。对，除了颜色之外，上面还有一些亮片嘛。哎，真的，那车灯照过来反光，对，大家都看到他在这里，三个红绿灯前就看到他。看到。哎呦，那今天来有什么事吗？有什么事吗？我们今天是美腿的单元。哎，我买鞋好不好？都要盖小鬼啊，美腿一截，人妻界的美腿有啦。没有很长啊，不用长，比例好就好了，各位观众。哎呦，是不是？有。这个腿长大概有几公分？101左右，哎，不到100啊。那你整个人不是130几而已？十公分是我自己加的。你本身160，腿就是到110，那直接已经到直长的位置了，你知道吗？他的大腿直接接头部。我没有，我虽然没有三 G， 脖子以下就是腿，对不对？我没有三 G， 但是有64。今天呢，我们准备了四位 model， 里面有一双却是男人的腿。到底他又怎么样让大家雌雄莫辨，分不清楚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一起来猜一猜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现在来请第一位，请就位。好，蓝的，为何蓝的呀？山头魂灵，为什么他是蓝？你看他一站就三七步，在营区里面宪兵看到他马上开武器。对，三七步。哦，你觉得？可是我觉得是女的，因为她的脚板还蛮窄的。脚板蛮窄的，就是这个这块。哦，而且她的鞋子很明显的超过，整个脚掌整个很明显的超过鞋子，就是脚趾头前面指头出去了。哦，因为男生的脚已经超过那个女生大尺码的鞋子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庐山真面目，到底这个人配不配得上这双腿？请看，男的啊，不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长得还蛮漂亮，长得很漂亮啦。这一位麻烦自我介绍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 Lucy。身高体重大概可以跟我们讲一下。身高174公分，体重50公斤。174公斤，哎，敢问腿长是？腿长应该有100吧。100？你看他170也是100啊，我160也100，会不会？你刚报110，要不要我们掉袋子出来看？我后来做实是我自己加的。自己加的啊。OK， 好不好？那这一位呢，就是一号 Lucy 啦，好不好？当然呢，我们有一些动作要让他看，情境的动作希望他做。哎，听清楚了哈，后面这位 Lucy 在沙漠中骑骆驼。哇，你知道吗？骑骆驼要这样，
那你这样在动的时候呢，那也许上下身就不协调。嗯，摔下来，第二动摔下来，摔马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哎呦，走很久，终于遇到绿洲，好不好？三动了哈。第一动，在沙漠中骑骆驼，阿克犬。他的骆驼是左右摇摆。他的左右跟他的腿有没有符合？好不好？你们仔细看了啊。第二一动，摔下骆驼来。那个臭海海。那个骆驼大概这么小一只哎，它掉下来就这样。对啊。好，你看，然后你还是要看到你的脸哦，你的脸还是要做表情哦。从骆驼上面摔下来，走很久，终于遇到绿洲，就滑稽。就这样哦。你是有打过骆驼是不是？对啊，那么皮笑肉不笑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没有关系，这个是初步的啦，初步的测验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也来请我们的演技最好的人妻，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不是我哎，没来哎，她老公是影帝，好不好？是是，他们每天水乳交融，耳濡目染，是是，生了三个之后，应该身上有一些影帝的血液。哎呦，今天是另类的那个试镜会吗？我能不能走入戏剧界，就看今天这一集了。哦，是不是可以踏入戏剧圈？就是今天了。这是哈雷吗？在沙漠中骑骆驼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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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欲望城市哦。摔下来，摔得扑街。真的捧了，真的捧了，真的捧该了，真的捧了。哎呦，走很久遇到绿洲，你要看到蘑菇了吗？绿洲看到水啊，好水，掌声鼓励。摔啊哈，腰椎盘都移位了，真的，对不对？空半空空，好不好？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个考验要给他。哎，我们呢，这个节目夏天夏日炎炎，大家要干嘛？就是要快乐嘛。是，所以我们有一个快乐箱的东西要来伺候他一下。哇，看他那个反应，你们就知道那一双腿跟他的上半身协不协调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要用脚去试吗？用脚去拉，真的假的？去拉。请伸出你的一只脚来，不能往下看啊！你看有没有吃过东西啊？他到底把它咬伤？啊，这个哦，这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这是什么？万毒之王拉牙！哎呀，像不像？有那种感觉有没有？有。而且被拉牙棒的整个皮肤溃烂到不行啊！真的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啦！好的，请。去那里找你脚要探底，好不好？探底。好，是什么东西？第一次告诉我们是什么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你有触碰到什么样的感觉？毛毛的。哦。毛毛的拉牙。好不好？这就是他的第一次接触。你们看到的时候。你们有注意他的上半身、下半身的协调性吗？有，而且他从头到尾都笑到尾，都没有紧张的感觉，根本也不紧张。对，到底这是什么呢？这什么？玩具拉牙，他还绑上一个小车车，幼稚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请稍事休息，谢谢。一号长腿美女 Lucy， 1.1 腿张超开合不拢，1.2脚勾搭鞋子都快穿不下，他会不会是男二身呢？J-Link， 好不好？我们欢迎 J-Link 出场。那九令是 J-Link 哦。哇哦，这双脚 OK 吗？可以看侧面吗？脚还可以，但鞋子可以漂亮一点。对啊，而且他的脚很大哎，他是脚细，可是脚很大哎。脚很大，一般女生的脚没有这么大吗？对不对？你过去比对一下，让我们知道一下。真的，他脚真的很大。你穿几号？你大概穿几号？我穿。36.5，穿六一般，一般的嘛。你看我是这样子，哎，你脚伸出来一点，你看它很大哎。
真的耶，对不对？哇，是女踢女足的吗？可是她的脚很细、啊，女生踢足球的，但是她的脚算细的，而且小腿肚其实还蛮匀称的耶。哦，对，对，她的脚很大像男，但她的小腿肚又像女的，皮肤相当的黝黑，对，健康型的。我们来看看她的庐山真面目，请。是山铁的，就是感觉很田径铁饼脚踏车，可是健康美，感觉肤色起码是有一致的，有。那如果他们不是同一个人制作，当然也算用心，用心，对不对？对，请报一下您的身高、体重还有姓名，谢谢。我身高176公分，然后体重53。那为什么要叫J Lin 呢？因为我名字叫杰林，所以我叫 J Lin。哦，这么偷懒，对呀、啊，我好后悔问他，问出来这么普通的一个答案。哦，176脚掌那么大，其实 OK 啦 ，OK 哦，不然那么小，那站不住，整个就跌倒了。对，今天的情境考验，他的部分是在婚礼中走红地毯，哇，幸福洋溢，对不对？是踩到图钉不敢大叫，因为是赤脚走。哎呦，我在帮制作单位圆。是哪个红地毯啊？是脚高跟鞋啊？对啊，那个要踩到孝子钉才有可能。或者鸡爪钉有没有？哇，一踩到哇，先拼了，整个汽车都碰哦，那个破链体。对对对，哇！芝山优雅的走向新郎，在婚礼中走红地毯。不对人就对了，红妹红啊，傻逼滚啊！对，踩到土钉不敢大叫，这感觉像是便秘，或者是痔疮啊，依然优雅的走向新郎。哎，他脚有演一些好像步履蹒跚这样的感觉，有没有？有。停。这就是情境大考验的部分，提供给两位做一个参考。是，接下来要上场的呢，就是观众最喜欢的快乐香。快乐香，到底怎么啦？到底又有什么无聊的道具呢？所以他会看不到那一块。后面这位朋友，请脱鞋。哎呦！哎，他脚素颜呢，哈，这个就厉害。哎，一般会做水晶指甲，干嘛？做全素的呢？谁脚还会打腮红？开麦了，超强计划，美女每个都像男儿孙。这一双腿，两位觉得？可是你觉得只有一个是男的吗？我现在已经发现应该有两个男的。